看，这个是 Z-bar 扫描枪，然后这个界面是在电脑上要安装一下我们那个 BLC 软件，然后这个是快递单号，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识别这个收货地址的后几个地，后面的地址，然后这时候软件启动了，启动好以后，然后你看这个绿点的光标，我对准这个收货地址，然后我在这开启一个记事本，在下面开启个记事本，光标在记事本上，这时候我去识别这个收货地址。这时候可以看到内容已经传过来了。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随便摆的，这枪的位置是随便摆的，枪的位置是可以随便摆，没有关系，这样摆都可以，它都能识别到。拿近一点，这样，在这个位置都可以随便摆，竖着、横着都可以。然后看一下，这个是识别的结果。